这一杯，敬与这广袤的天地。愿时光永驻此刻，愿此事如黄金一般辉煌。到此为止吧，倩姐，那女孩已经死了，继续厮杀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意义。厮杀本就没有任何意义，但他们的死不能没有意义。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，生命将因死亡而得到进化，并由此重获新生。是的，我们将重新定义什么才是人类。凯文，不是只有英雄才能拯救世界，而是因为拯救了世界，所以才会被称为英雄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世界早已无法拯救，可我还是必须成为英雄。你看，他们曾如此骄傲地活过，贯彻始终，以生命奏响了文明的颂歌。这是被称作英杰的人们的故事，是十三位烛火者未尽的旅途。但来访者，你的道路仍将延续，不是吗？那么，就听凭心意前进吧，沿着脚下的足迹去见证那段烛火的征程，最后跨越逝者们的终幕，去创造我们所未能迎接的未来。